张柏芝直播时小儿子突然跑过来说了六个字，吓得他立马关掉了直播。谢霆锋张柏芝，关于谢霆锋和张柏芝的事情一直都是全民热议的话题人物，两个人从出道结合再到离婚一直都是话题不断，虽然关于两人离婚的正式原因大家都争相猜测，大多数网友还是相信他们两个是因为照片门而离婚的，不过当事人却纷纷坦言说是因为性格不合而离的婚。张柏芝与儿子，我们暂且不去计较谁对谁错了，就是论事而言，离婚后张柏芝尽职尽责地照顾两个儿子，从不会抱怨什么，她为了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孩子甚至推掉了很多的工作，因为她觉得任何事都比不上两个儿子重要，哪怕再辛苦只要回家看到儿子就一切都忘记了。